黄色的。一般都是什么颜色？一般都黑色、红色。会漆成红色是因为说它在有危险物品，就是有嘛会易燃的，所以它就会船就会漆成红色。所以这个它漆成黄色比较例外。它漆成黄色是因为说这家公司它就是黄，那个主要就特色就是黄色的，但是它是游轮的。不是，它是在游的。哦，在游的。捷达一号有那个。哇，嘴炮死。Thank you.